讲说，这是大好的消息，耶稣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Amen。哈利路亚，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哈利路亚，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而流。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奉献，他的受苦受难。再来请来的月亮星宿孤寂，黑暗吞噬晨曦，这世界的救主已失去，他被钉十架上，宝血为我留下，你我咒诅都在他肩上。Yeah.
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荣耀你进的神，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荣耀你进的神，一起来宣告，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高扬你进的山。他被尊重直到永远，他被高举直到永远，他依附我到永远。在永在的神，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并不撇下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辈子，我们一生就是来尊崇你的名，来敬拜，来赞美你。他被尊崇直到永远，他被高举直到永远，他依附我到永远，我主活着，永远活着，他被尊崇。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荣耀你进的神，单单的来敬拜他，让我们全心全人来敬拜他，因为羔羊配得我们的敬拜。羔羊已经的神，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羔羊已经的神。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羔羊已经的神。哈利路
全心的来敬拜他，让我进入你荣耀同在，我要仰望你奇妙容颜，喜在今在永在全能者，如今与我们永远同在，让我看见你称颂与赞美，哈利路亚！我们赞美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今天真的欢喜快乐，是庆祝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因为主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但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了，断开一切黑暗的锁链，断开一切罪恶的锁链，断开一切死亡的锁链，让我们今天可以不必再活在忧虑跟恐惧当中，让我们今天不必再活在罪恶的瑕疵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了，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你复活的大能显明在我们中间，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主你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主你已经在掌权了。哦，让我们再一次在基督里面，我们与你一同同坐宝座，向我们的环境来夸胜，向仇敌来夸胜。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唯有你配得。在我们整个信仰当中，复活节应该是一个最欢喜快乐的日子， Amen。 因为复活，主的复活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一个不可少的一个支柱。为什么复活节这么重要？因为主的复活证明了耶稣基督果然是神的儿子， Amen。 主的复活也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确有胜过死亡跟罪恶的权柄， Amen。 主的复活也证明了耶稣的确为我们人类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恶的捆锁跟恐惧当中，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得享一个自由跟喜乐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在初代的教会，他们聚集在一起彼此问安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早，他们说主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 Amen。 因为主的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生命当中得胜的关键。你知道今天我看见很多的信徒之所以在生活上软弱无力，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主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恩典跟使命。
多少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把复活当作只是一个真理，在那里教导我们说说听听而已，好像觉得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事实上主的复活与我们大有关系。 Amen。 跟你们说，主的复活与你大有关系，跟他说。所以今天早从三方面来思想。第一个，主的复活带给我们是赦罪跟医治的恩典。跟你们说，赦罪跟医治的恩典。你知道在每一次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读一段圣经嘛，在以赛亚书53:4-5，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如果你注意到这两节的圣经，短短的两节，但是我们这两个字重复的出现许多次，可见得耶稣不是为别人而死的，耶稣是为我们而死的。耶稣不是为别人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请问谁是我们呢？就是你跟我，弟兄姐，你需要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单是担负别人的忧患跟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更是担负你的忧患与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是背负别人的罪债跟疾病，耶稣在十字架上更是担负你的罪债跟疾病。这为什么每年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我一定会请你把你的疾病、软弱、重担、罪孽写在一个贴纸上，然后邀请你走到台上，把你的贴纸贴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要你清楚看见，有些时候我们的信仰你觉得太抽象了，我要你看见在十字架上耶稣正在背负你一切的重担、你的罪恶、你的忧虑跟恐惧。换句话说，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不只是一个与你我无关的一个古老的故事而已，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是与你我有密切关系，是一个今天的救恩。你们事实上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看见以赛亚这段经文已经不再是个旧约的预言，以赛亚那段经文在新约时代是一个已经成就的应许。换句话说，耶稣已经为我们担负一切的重担，耶稣已经为我们代替一切的软弱与痛苦，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背负一切的罪债，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已经得到平安了，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医治了。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主的复活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不再活在一个恐惧跟黑暗当中，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跟释放。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容许我们自己在活在黑暗跟恐惧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容许我们自己活在苦涩跟埋怨当中。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怎么样？已过。弟兄姐，你可知道你一切的旧事都可以过去吗？那个关键是你要 let it go， 你要让它过去。我看见多少的基督徒紧紧抓住生命的旧事，为什么你还是活在埋怨痛苦？因为你紧紧抓住你的旧事。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愿意 let it go， 愿意放手，神的恩典就能涌流了。什么时候我们选择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来宣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得胜的恩典就要降临在我们中间。你们弟兄姐妹，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环境，你是有所选择的。跟你妈说，你是有所选择的。
你不是无可奈何的 ，OK？ 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活得好像就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没办法，就是这样的。No, 做一个基督徒，你不是无可奈何，你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来信靠神，靠着主的恩典向你的环境来夸胜，或者你可以选择继续不断的活在苦涩跟埋怨当中。Amen。我看见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有一种所谓我叫受害者的心态。什么叫受害者的心态呢？那就永远是别人的错嘛，永远在责怪别人，都是因为这个环境，都是因为那个人，都是因为那件事。但弟兄姐妹，今天只要你是在基督里面，我告诉你，你就不可能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你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正坐在宝座上，他正在掌权，他的手正在工作。 Amen。 他在做什么工作呢？神正在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什么益处。神正在千方百计使用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你怎么可能是受害者呢？你不可能是受害者。上帝正在工作，正在掌权。 Amen。所以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生活境况当中，你一定要来宣告主的得胜，宣告主的恩典。你们圣经上说，我们虽然像瓦器，保罗说我们像瓦器，真的，我们人像瓦器一样，瓦器什么很容易摔裂，很容易碎的。多少时候我们人就这样，多么容易受伤害，别人一句话就让我们受伤害，一个环境，一个挫折就让我们感觉到挫折、失败、沮丧。我们人就像瓦器一样，但做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还是瓦器，但有一点很不一样，在我们连保罗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宝贝在瓦器里面呢。这个宝贝是什么？这个宝贝不只是神的同在，我告诉你，仔细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个宝贝更是指的死里复活的能力。有一个宝贝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是一个主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那个死里复活的大能，那个带来翻转的能力，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能够翻转我们的环境。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容许我们活在苦涩跟埋怨当中。要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赦罪的恩典，医治的恩典，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恩典，向我们的环境来夸胜，向仇敌来夸胜。哈利路亚。 Amen。 第二，主的复活带给我们神同在的应许。跟你们说，神同在的应许。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主在这里说，我们一同来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在主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差遣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在这节圣经当中提到圣灵工作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跟你们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什么是保惠师呢？保惠师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是安慰师，另一个翻译是辅导者。换句话说，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重要一个工作，就是要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带给我们安慰跟指引嘛。哇，这两件事情不是我们今天人生最需要的吗？在你人生的道路，你最需要就是安慰，你最需要就是指引，不是吗？而圣经里面讲到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要带领我们。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觉得困难重重的时候，神要带给我们安慰。在我们不知如何做选择之后，神要亲自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神就差遣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要带给我们人生道路当中的安慰跟指引。我常说，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好像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 GPS 嘛。今天你开车都不再看地图了，不是吗？你开车都是打开 GPS 嘛，把地址放进去，一开地址放进去，它就会指引你的道路，向前走，左转，右转，走错了还 recalculating， right？ 啊，走错了。
你要知道，同样的，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圣灵就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GPS， 还要引导我们向前走，向左转，向右转，走错了他重新调整我们的道路。你说牧师，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呢？因为你从来没有开机嘛， right？ 神把 GPS 放在里面，你从来不开一下嘛。多少信徒信了耶稣之后，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把它冷藏在生命的角落里面，你从来不来求告圣灵，你也不来寻求圣灵的意思，你总是在人生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经验来生活，从来不来求告。除非你人生走到了尽头，你总不会到神的面前来。但事实上，让我告诉你，嘿，其实今天你不必走到尽头，哎，跟你朋友说你不必走到尽头，哎，跟他说，真的，你不需要走到尽头才回到神的面前。今天神的圣灵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就是你的安慰师，他就是你的辅导者。只要你向他祈求，今天他要成为你的力量跟帮助的。Amen。第二，我们看见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跟你朋友说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跟他说。换言之，他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啦。哇，这是何等的应许跟安慰啊！你知道我们今天人常常就是活在恐惧当中吗？多少说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很担心很害怕，万一我们失败了怎么办？万一我们走错了怎么办？万一我们做错了，我们失去这所有一切怎么办？但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要一件事情你要确信的，就是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成功或失败，无论我们是刚强或是软弱，有一件事情永远不改变，那就是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 Amen。 我常说这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人一样嘛，你知道我们中间同学都做父母的，我请问你，在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无论今天你的儿女有多悖逆多软弱，请问你会因为你的儿女的悖逆跟软弱你就不再爱他吗？你会吗？不会，你永远爱他，因为他是你的儿女吗？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做父母的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呢？哈利路亚。圣经说我们的神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的。什么叫永远的慈爱？我常说什么叫永远，就永永远远 forever and ever。 你就发现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你要在主的面前抓住神的应许，宣告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就能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Amen。 不但为你个人的生命要宣告主的同在，今天也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来宣告主的同在。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这里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你说牧师这里讲了神的城呢，但什么是神的城呢？其实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成为神的城呢，只要我们欢迎神来到我们城市当中来居住，我们的城市就可以成为神的城。 Amen。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城市成为神的城呢？这节圣经怎么说呢？这节圣经说有一道河，在河的分岔，这个河的分岔是谁啊？这河的分岔就是我们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河流的分流嘛，我们所流到的地方，无论我们人在哪里，神的江河就随着我们流到我们的城市。无论你住在哪一个城市，只要我们站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欢迎神的同在降临，我们就能把神的祝福带到这个城市，使这个城市成为神所乐意居住的所在。 Amen。 所以今天当我们神把我们放在无论在哪一个城市里面，我们一定要常常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城市来祝福祷告。你需要知道今天你就是神祝福你城市的管道。 Amen。你不要看别人是谁 no， 就是你，否则神的恩典怎么能够临到这个世界呢？
你我就是神祝福的管道。今天我们需要不断的继续对为我们的社区来城市祷告祝福，直到神的恩典永留在我们中间。 Amen。 最后第三，我们看见主的复活带给我们什么呢？让我们传福音的使命。跟你们说，传福音的使命。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看见主在马太福音28:19-20里面给我们这样的命令，我们一同来念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不单是给教会，弟兄姐妹，这个大使命更是给每一位信徒。以前在教会常常犯一个错误，我们以为这个大使命是给教会，所以我们不断的训练传道人，差派宣教士来做传福音的工作，结果信徒反而失去了神国的使命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活不出那个影响力。第二节，今天当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的时候，让我再一次说，耶稣不只是说教会要去，耶稣也不只是说牧师们要去，当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的时候，他是对你说的，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 Amen。 那你说牧师，我们怎么去法？首先要从祷告开始，跟你们说，从祷告开始。你知道每一次当我讲职堂宣教的课程的时候，我一定是从祷告开始讲起，因为祷告是能够捆绑魔鬼撒旦在人心中一切的作为，能够拆毁在人心中那个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夺回来归向耶稣基督。这些年当我有机会在全世界各地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我有机会向有知识的人传福音，像在矽谷，我有机会向没有知识的人传福音，像在非洲的村落里面，我有机会向有钱的人传讲福音，也有机会向贫穷的人传讲福音。我就发现每一个层面的人传福音都不容易，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种族群是容易的，因为每一种不同的人群都有不同的坚固的营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越来越明白祷告是很重要的，只有借着祷告，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拆毁人心中坚固的营垒。我越来越看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可以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的。只要我们依靠主的权柄跟能力，神的灵必定要为我们开路，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完成神的大使命的。 Amen。 其次要从我们的生活见证开始，跟你们说，从我们的生活见证开始。我常觉得今天教会传福音一个最大的困难，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文化潮流，也不是因为其他宗教的一个快速的传递，今天教会传福音最大的拦阻，我告诉你，就是我看见今天我们信徒活不出我们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拦阻。如果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你看见初代的教会之所以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当时的平信徒，不是牧师，是平信徒，无论走到哪里，他们边走边传福音，无论走到哪里，边走边建立教会。你看见初代的信徒，他真的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当时的人他们看见这些信徒，觉得他们无论讲话说讲，无论生活都像耶稣的样子，所以把他们取名叫基督徒。哎，你知道初代的信徒不是自己取名自己叫基督徒，是别人看见他们很像耶稣基督，所以叫他们做基督徒。你知道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小基督啊， Christian 是 Christ 加上 I-A-N， I-A-N 就是 little，你就是小基督。哎，哇，平常叫你基督徒觉得没问题，一叫小基督就很严重，很严重。 No, no, 你就是小基督，跟你朋友，你就是小基督。
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我告诉你，今天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一点不需要很好的口才。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基督徒说、哦、我没口才 no, 你传福音一点不需要有好的口才，因为我告诉你，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讲不过你才信耶稣的，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就算他口服，心怎么样还是不服。所以你不要担心说你口才不好。我们看见多数人信耶稣都是因为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你们不是你的口才，而是你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只有改变的生命才能够影响这个生命，只有改变的生命才能够影响世界，你们。所以要从我们生活见证开始。第三，要从支持宣教的事工开始。跟你们说，从支持宣教的事工开始。感谢神，这些年神实在为我们教会预备了很多敞开的门，不但是在北美，而且在亚洲、在欧洲、非洲、中亚扩展神的国度。弟兄姐妹，这些年当我在各地做宣教事工的时候，我越来越看见庄稼真的已经成熟了，到处充满了马其顿的呼声，到处充满了神的机会。今天也许你没有办法到一些不同的国家去做宣教的事工，弟兄姐妹，起码你可以在后方，就在这里支持宣教事工，好让生命河真的能够永流到万国万民，正像主所命定的一样。阿们。因为我越来越看见宣教事工的紧迫性。弟兄姐妹，若是20年前我们没有抓住机会进入蒙古，今天就不会我们在蒙古有46间分堂的事工。今年 actually 是蒙古分堂的20周年，好快，20周年。他们在乌兰巴特的首都的教会已经1500人了。我们看见这些年神在蒙古的扩展，若不是20年前我们抓住那个时机，就看不见今天的成果。若不是在18年前我们抓住这个时机进入非洲，当时进入非洲的时候，我们对非洲一无所知，就凭着一个勇敢的信心进入非洲。若当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今天就没有一个在13个国家有建立70多间教会这样一个分堂的事工吗？我们看见，若是在15年前，我们没有抓住当时的机会进入中亚，我们就没有今天我们在乌兹别克、我们在土耳其、在哈萨克的分堂。第二点，如果我们错失了今天的机会，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些灵魂将来会是如何。第二点，复活节是一个庆祝耶稣基督得胜的日子，复活节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经历在基督里面向仇敌夸胜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复活节只当作一个教会的节日来庆祝而已，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宣告耶稣基督的恩典，宣告神同在的应许，也向世人宣告上帝的救恩。你我就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神复活的大能。阿们。我们唱这首诗歌。你爱是何等的奇妙，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使我的满足丰盛。主啊，我唱给你，一同起立来唱。唯有此生，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活。我
愿一生跟随到底，无论是到天涯海角，唯有此生爱你无语，献上自己为你而用。我愿意谢谢我们的主，是的主，这是我们心中的渴望，唯有此生爱你不渝，想到你这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恩典，我们怎能不将我们的生命全人全心来归向你呢？是的，这是我们心中的渴望，让我们一生为你而活，让我们一生为你所使用。你是何等荣耀的主，配得我们尊崇，配得我们侍奉，配得我们一生来拜赏。谢谢主。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